还是说不爱我，能靠魔镜解答吗？演出一场一人的童话，不必一路一直等候他。没恋爱出面不用生活吗？无缘剧想法我会自行归家。苦恋不一定是浪漫，不必欺骗人。孤单不一定是寂寞，怕少一个人。花一生追着动力，竟然疾病太苦。从没无知爱惜都要做人，一开始总是幸运地识到这个人，到结尾总是顺利地安稳过一生。但其实真实命运很少写得这么吸引，如若童话永不变真，给讲出糖果爱，挤不上南瓜车，恋爱了好多次，暂时要等谁？欺骗人，孤单不一定是寂寞，话少一个人。